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熊手绘教学视频。然后这个是这一期完成稿，大家也都看出来了，是一个眼镜娘，一个眼镜娘呢，双马尾，双马尾呢，然后在水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张嘴往外吐泡泡，然后后边小鱼，好，现在开画。然后也是新年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也是怎么说呢，新年了嘛，啊，那就祝大家都变成大畜吧。然后这也是开始画，还是之前画法，先铺一层水，对，先铺一层水，然后慢慢开始画。然后呢，这也是平时闲蛋疼就在家里，也没什么事儿干，之后呢，然后本来上一期也是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上一期祝大家新年快乐之后，让闲没事，这不又录一期，我觉得还行吧，啊，然后这一期是标准的那种，偏日式画风了，然后大家也是。学起来比较容易，然后大家可以先看我如何，就是从基础，不是基础了，从那个反正就那个意思，我想不出来词儿，对对，我让水平有限。然后现在就是搞一些晕染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水彩它让人舒服的地方就是。颜色渐变和晕染，啊，再就那个水痕，都很漂亮。啊，大家只要把握好这几点，画水彩都会变得非常漂亮。然后现在还是在家里嘛，偷偷摸摸的录视频，然后也不敢说太低俗的语言，对不对？大家也懂。啊，说的话基本上，就是损害自己在父母心中乖乖娃的形象了。然后呢，怎么说呢？啊，现在开始画那个水有佛，然后啊，了解我的小伙伴们肯定会知道，我最喜欢水有佛了。为什么最喜欢水有佛呢？不是因为水有佛多么美好。而是因为我只会画水手服。然后最近也是现在今天是29，对，29，明天是年三十，我就在这除夕夜的前一天又他妈得感冒了啊，大家会发现多少有点鼻音，对不对？很蛋疼啊。然后呢，上一期是画的那个从小一起玩小伙伴嘛，然后那个小伙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几天突然就不理我了，不理我弄我很伤心，然后我就感觉到累了，不会再爱了。然后现在给大家搞个特写，就是跟那个红色的眼睛，然后看着你，就是什么啊，我注视着你，多蛋疼。其实我也想不出什么段子来了，那就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。然后故事是这样的，跟这幅画也有点关系。说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女孩呢，在湖边上呢，闲蛋疼，就往湖里扔了一把斧子之后，上来一只皮卡丘，就对她说：“我带你去海底游玩吧。”然后女孩子就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”然后皮卡丘就带着他走到海底，然后走到海底之后，皮卡丘跟少女说：“我不是水系神奇宝贝，我不会游泳啊。”然后少女说：“那怎么办呀？”
然后皮卡丘就淹死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是水汽神奇宝贝，千万不要下海啊。然后有好多小伙伴知道我是山东的，山东潍坊的。然后呢，我这几天发现苍老师，就是苍井空大小姐，居然来我们大潍坊了。然后我就满怀着激动的看了一下，发现他去的是一个叉叉叉俱乐部。像我这种正直青年，就感觉到，哎，对不对？大家也懂。然后经常看新闻的也都知道俱乐部干嘛的。嗯，我现在给他画了一个小眼镜，对不对？圆眼镜。然后大家会问，这个妹子，怎么看有点眼熟呀，对不对？然后也是嘛，因为那个之前一直答应那个群里有一个叫丢丢的女孩子，然后跟她说要给她画新年贺图，也一直忘了画了。然后这幅呢，就算是给她的新年贺图吧，因为基本上五官多少有点参考那个她嘛，对不对？多少多少，我也是画完才发现，咦，挺像的，那就这么着吧。其实这幅画还是挺萌的。然后最近呢，我在 B 站，然后在 B 站看到好多大畜都不约而同的冒了出来，弄我就挺尴尬的。然后我做视频也是做了有一年了吧，没有吧，半年多了吧，半年多了之后点击量也都不咋地呀，对不对？然后硬币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都不舍得给我投，哎呀，我心就拔凉拔凉了。那拔凉拔凉了之后呢，那我就发现某一些大畜刚发上来第一期视频，就那种类似这样的教学视频，刷就上首页了，刷几百个硬币，刷几十万点击量，我就感觉不会再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嘛，大家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不要光顾着自己看，要投硬币嘛，对不对？投了硬币，我们还是好朋友啊。你也别光顾着自己看，你也可以推荐给周围的小伙伴们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在互相推荐中认识的啊。我从半年前就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登上 B 站的首页，没想到这个梦想已经二十四期了吧，还是23期了，一直就没有实现呀，对不对？小伙伴们应该给力一点啊，弄我都累了。哎，这就像是什么感觉呢？啊，就像是你认识了一个漂亮妹子，认识一个漂亮妹子之后呢，啊，好不容易和她交往了，然后好不容易交往之后呢，然后天天把自己的腰包给掏的一分钱也不剩，然后天天关心他，爱护他，关注他，保护着他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他告诉你他怀孕了，然后发现你他妈裤子还没脱下来，是不是这种死当爹的感觉？就是你忙活一大通，发现别人比你还屌，就这种感觉啊，对不对？这样给他画成马尾辫了，然后这个马尾也没什么好说，就一块颜色涂过来，因为在后面嘛，然后也不需要加太多细节，然后注意好那个造型就行了。
哦，好吧，好吧。说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好说的，那给大家唱首歌吧，新年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新年大家可能也没怎么听我唱歌，那我就给大家，唱一首。唱什么呢？快过年了嘛，除夕嘛，然后给大家唱一首小时候听过的歌曲吧。可能是，如果和我差不多一个年代的孩子，基本上都听过这首歌。然后这首歌名字叫做《两串鞭炮》，大家是不是突然就想到这首歌怎么唱？好，知道这首歌怎么唱的，和我一起唱起来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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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串鞭炮，两串鞭炮，炮得快，炮得快，举起你们的双手，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。一串没有耳朵，一串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很好听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谢谢夸奖，谢谢夸奖。哎，我这人就受不了你们表扬，对不对？哎，别夸我，别夸我，别夸我，我真受不了。别夸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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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万别夸我，千万别夸我。不是，你们不能夸我，对不对？你们。啊，我唱的其实非常一般，你们千万不要夸我。啊，算了，你们夸我。啊，夸我，夸我，夸我，快夸我。然后画到这儿其实也差不多了。反正这幅画最后也是我拿了个框子把它给裱起来了。然后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发现，发现地下室里有几个框子，就正好拿来用了。然后也是上一期也是最后框起来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其实画法很简单，怎么说呢？大家其实喜欢画画可以加群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群平时还是挺欢乐的，然后。好的，对对，挺好的。然后也是没什么精神啊，我是植物吧，你感冒了吗？然后昨天是怎么着呢？昨天晚上7点我就睡着了，就躺床上在上 B 站看视频，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，然后7点左右睡着了，睡到了。一睡到了今天早上10点，真他妈要命，睡了是15个小时啊！我妈还过来，我妈据说最后我妈早上还过来，还进我屋看看我，怕我睡死了，反正感觉不会再爱了。然后也是，再祝大家新年快乐了，对不对？新的一年了嘛，那就新年快乐了，赶紧说什么？然后最近也是跟基友们经常一起聚会，聚会之后前一阵儿和蜜汁小同学一起去玩你画我猜嘛。玩你画我猜，突然发现我身边的一只大畜，简直畜瞎了我的狗眼。怎么说呢？5个人，不到1分钟就画出来了，简直他妈的亮瞎我的狗眼，让我感觉不会再爱了。然后他告诉我，哎，
前他说，诶，我之前也画过一幅水彩。我一听我的小心脏就受不了了，我就害怕他拿出来之后，然后直接亮瞎亮的，我都感觉不想再画水彩了。然后我就等啊等等啊等，过头来一看，哦，我小心脏终于平稳了下来，对不对？大家也都懂。然后他还告诉我，他推荐给他们宿舍人看我视频，然后看我视频之后发现我的水平是那样的，就像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呈弧形，对，本来水平是在底下，然后慢慢往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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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又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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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是跟心情有关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小伙伴们，说什么呢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就大家还是继续关注我视频吧，然后往后我还会好好更新的，然后基本上更新速度也还挺快吧，还是希望大家都让它点击量呀、硬币呀什么都高一点吧，对不对？最起码会让我心情好点儿。画完了，然后画完了是最后裱起来，他裱起来我发现他妈的裁纸的时候一不小心左右给裁窄了，然后就导致厕所又留了个边儿。然后这还是完成稿，然后新的一年嘛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祝大家绘画水平都会提高，然后也是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嘛，然后咱们下期再见，对不对？新年快乐。